管你吗？就给你拍，你也太夸张了啦！门下大像妈妈，门开一半，然后就先喝你的水，你有这么渴吗？嗯，这杯是什么？绿豆粉圆。绿豆粉圆哦。嗯。高明的绿豆粉圆，蛮有名的。从国中喝到现在哦。你国中到现在应该有快十年了。什么几十年？应该三十年。将近三十年。将近三十年。它里面最主要是有那个香蕉水的味道。嗯，香蕉水是什么东西啊？应该是香蕉香气吧，我猜啊。啊？我不懂哦。不懂啊？你懂啊？你教我来。我说你也不懂。我管它、啊，那可以喝的，那应该是一个调味 的料那个啦，就是有香蕉水的味道。调味的那个东西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味道没跟以前有改变了。那现在那个阿伯，嗯，老板娘应该九十，他说九十岁了。九十几了。厉害哦。这一杯比较扣啊，还没变呢。一样啊。对，现在东西好贵，它东西还会是这个价钱。OK， 还不错，我喝看看。来帮我拍。好。嗯。哎、欸，没有变呢，味道没有变。喝下去就是有那个香蕉水的味道。粉圆跟绿豆，嗯，好喝，好便宜，在货车在干嘛？停在那边。那这边三万美食一定要买这个、啊，三十几元啊。国中我就看他在卖。嗯，国中读国中的时候就看他在卖了。国中他，我读国中他们原先，你们说原先、嗯、他们是照相馆，高明照相馆以前呢，嗯。以前是照相馆。我读国中的时候，他就好像没在帮阿兵哥拍照了。没有，那是以前很久了的时候了。照相馆已经很久了。我们读国中大概几岁？差不多十二到十五吧。十四岁，十五岁吧。十四十五，对啊，你看我现在要几岁了？多久了？云门美食，年轻人的记忆啊，六年级的记忆啊。OK， 好了，我影片到这边啊，喜欢的影片订阅哦，拜拜。